好，马上连线正在灾区的海军航空兵某飞行团领队张凯。张领队你好。张领队你好。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晚上了，你的部队还继续要展开营救工作吗？喂，张领队听到了吗？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深夜，到了晚上了，你的部队还会继续展开营救工作吗？如何展开？啊，我明天可能还有，明天还有继续计划，还有继续执行。给我们说一下，就你的部队的这个救援工作的计划是什么？下一步是什么部署？啊，我们明天准备进行灾区的这个航空遥感的这个任务，要采取这个不同高度、不同实施方法，扩大这个航空的这个输出面积，要提供这个尽可能的多提供这个有效的数据，用于这个灾区的救援和这个评估，以及这个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。